这是全系的专业课考试，可非同小可哦。你要是这次再旷考，我们那个系的魔鬼系主任史蒂芬绝对不会放过你，肯定会捅到学校去。这事儿你先帮我应付着，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后天我必须得到上海。杨管开业有那么重要吗？这次如果再旷考，学校不会真的把你给开除掉吧？怎么可能啊？顶多就是个批评处理。再说了，咱们系主任一直对我挺仁慈的。Il biglietto per Shanghai è stato prenotato, Mr. Jing. Sì, il primo giorno dovrà presenziare la riapertura del Museo Marino di Shanghai. Dopodiché ci sarà l'incontro con le tre agenzie immobiliari. Ho già organizzato tutto. Sto semplicemente aspettando una sua conferma. Lo so. Questi sono dei documenti che deve firmare. Ok. Shao, 说实话，我真的羡慕你。你看，你学习都这样子了，你爸愿意给你花那么多钱，想想我爸，动不动就给我断粮，这你就不懂了。我爸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挣钱，除了挣钱再没有其他的。所以我越花他的钱，他就越有成就感，越有掌控感。他要是没钱，他怎么控制员工？怎么控制我？怎么控制我们？我不能用我的银行卡订票啊！我不能让老爷子知道我回去啊！有了，你好，美方管家，我是五号客服，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那个，我上海有一套公寓想要出租，你能帮我找到房客吗？好的，先生，请您提供一下您的房子信息。紫檀国际公寓，丁香苑，顶楼220平，设备齐全，最重要的是隔音好，特别适合那种爱办轰趴的夜猫子们。对了，租金这些我不太清楚，你帮我换成美金。然后呢，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房客帮我订机票。啊？订机票？嗯，没错。一张纽约往返上海的头等舱，记好了啊，一定得是头等舱。然后还有3晚的上海中逸酒店。您为什么不在收了房款之后自己购买啊？这个要求有点奇怪。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啊，您不是说了吗？给客户提供什么个性化的定制服务？那我就来一个个性化的定制付款方案，不行吗？啊？是这样，姑娘，我吧，在国外流浪呢，特别可怜，没有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我都用不了，这回您能理解了吧？
好的，先生，那您还有没有别的要求？没有。嗯，对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人走了以后啊，把房间给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像一切没发生一样。这点您放心，等租客走之后，我们会安排专业的保洁公司上门清洁，这部分的费用啊，我们会在一开始的押金里边预留出来。行了，就这么着吧。哎，你是五号是吧？那以后有什么事我就找你了。好的，那麻烦您把房子的照片还有房子的信息发给我，我会帮您挂到我们的网上。如果有客户感兴趣的话，他会直接用 APP 跟您联系。好嘞。好心跟你提个醒，下一次吧，麻烦你别对客户的那些合理要求大惊小怪、肆意添加，好吗？谢谢您的批评，请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谢谢。没有银行卡，不能用微信支付支付宝。哼，你怎么活的呀你？我是五号管家，您在上海的房子客人即将入住，请问房间的密码是？我是你爸爸。啊，你是我爸爸？没错，我是你爸爸。五号，记好了，我家房门密码是我是你爸爸54188。真够奇怪。先生，我们是上海海洋馆，非常欢迎您亲自参加开幕仪式。您好，邵先生，我们是上海海洋馆，非常感谢您能前来做志愿者。我是在完成我妈妈的事业，这是我应该做的。景然，我是陈真真，我想跟你合张影。景然，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真真，你好，景先生，我想跟你合个影。对不起啊。董事长，猎聘的猎头呢，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简然工作室，做了前期的初步沟通。他已经同意在上海海洋馆重新改造，开业仪式结束之后呢，跟我们见面会谈。但是猎头也说了，红石地产和信达地产也向他抛了橄榄枝。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嗯，景然的设计理念，以及他最近推出的空间翻倍的方案，非常符合上海刚需小户型的需求，要是能够说服他加盟我们爱与家，那我们在房产开发这个板块上面就能先声夺人。谢谢。你好。谢谢。谢谢。嘉宾看好，请出示微博500个点赞。不好意思，你这还不到500吧？后边排队吧。哎，这怎么回事啊？我明明有500个点赞，怎么现在不够了呢？不是，你先听我跟你解释，我真的是攒够了500个点赞我才过来的，要不然我今天也不会过来，是不是？对不起，你早晨500个点赞，可是现在不够，请后边重新排队。等一下，等一下，这是有人给我取消了是吗？不是，你相信我，我真的已经攒满了500个点赞，我才要进去。我今天一定要进去，你就让我进去行不行啊？啊，谢谢你啊。哎，我们海洋馆有规定了，差一个都不行，不好意思。不是，你干嘛？我今天真的对我很重要，你一定要让我进去。我要你不让我进去的话，我今天会很难过。我求你了，好吧？我求你。不行，就后边排队，重新排队。谢谢。景然现在确实很抢手，可是根据猎头的反馈，我感觉他对我们公司还是挺感兴趣的。有纸巾吗？啊，有。光凭感觉没有啊。没事。我要的是结果。我们一个房产中介公司，
肯定比不上那些大型房地产商那么有实力。既然公司决定转型房产开发，就必须争取到像景然这样的人才。如果不是我亲自出面，就显得我们没有诚意。这样，你通知猎头，让他赶紧制定一下这个谈判的方案。你再给我准备一份合作协议，我亲自找他去谈。你们还有别的背景音乐？啊？音乐也是环境的一部分。现在这里的背景音乐和整体氛围严重的不协调。这个我们真没有注意，这都是随便放的。循环播放这里面的音乐，呼应建筑的节奏。这个预判给你们。哦，好。建筑也有节奏啊？不管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韵律和节奏，建筑也不例外。第一次听说建筑也有节奏啊？人家可是很厉害的设计师，听说贝壳的外形给了他灵感，才设计了新装修的海洋馆。500个赞，一个都不少，让我进去。那也得排队。不，谢谢。你还有别的事吗？没了。哟，董事长，董事长，我马上安排车送你去医院。悄悄的把我送到钟医生那儿去，你立刻去海洋馆代表我和景然见面。今天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本馆的总设计师景然先生。那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幸运观众可以上台和我们的小海豚亲密接触，并可以和我们的总设计师景然先生合影留念。那我问一下，有没有观众想上来啊？好，为了满足你们的要求，现在我随机挑选一位观众上台和我们的小海豚亲密互动。谁想上来？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女生。对，就是你，请上来。不要了。来吧，小姐，这边请。欢迎你。你好。你可以往前走一点，可以跟我们的小海豚打一个招呼。你也可以拿桶里的鱼去喂它一下。这小子怎么回来了？那个，看来我们今天小海豚很喜欢我们这位幸运观众啊。那个，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给，干净了，一会儿换上吧。里边有吹风机，走的时候帮我把门锁上。哎，你等一下，一会儿要是景先生上台，你叫我一下啊，谢谢啊。这个混小子啊，居然没打招呼就回来了。董事长，我联系过景然了，我跟他约了晚上8点到酒店相谈。岳平啊，我改主意了，你和彭程一起去见景然。你一个人去分量还是有些不足，你就按我说的去执行，向景然表达诚意。另外，我生病的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他。行，您放心。景先生，景先生，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我能不能跟你合张影？不好意思，女士，这边不能拍照。不，我是今天的幸运观众，你看，这是我的票。
来吧。来，谢谢秦先生，麻烦你了。一、二、三，好了，啊，好了，给你。不是，照片没照好，能不能再照一张？景先生，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作品，而且这次国际人居大奖，你肯定可以拿金奖。不好意思啊，我有点赶时间，谢谢。景先生，怎么着，追星没追上啊？怎么又是你啊？好奇啊。看了个故事的开头，别想看看故事的结尾。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啊？今天都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这么狼狈吗？我警告你，我以后再不想见到你，别出现在我面前。还不想再见到我？是想再见到你啊？神经病。你真是快赶上特工了。董事长猜的没错，你肯定会住这家酒店。董事长叫我过来带你去见警员。不可能，再说了，我就是个陪衬，去不去也无所谓。这是今晚国际人文居住论坛的酒会情节，酒会七点半开始，八点钟我约了景然在酒会旁边的行政酒廊见面，你要准时到，别让我为难好吗？微淼，你能给我一个听你的理由吗？我知道你是旷考回国的，去见景然，我就不告诉你爸爸。微淼，你是不是跟我爸在一起时间长了，你就被他传染了？我发现你们这种控制狂是不是控制别人特别有快感啊？我的荣幸。既然你已经回上海了，就别在酒店住了，明天还是回你的公寓吧。还有，别忘了八点。景先生你好。你好，您是？我是邵董事长的特别助理，我叫穆云平。啊，你好。你好，是这样，非常抱歉啊，邵董事长临时有急事来不了，但是呢，他派他的公子来跟您会面，马上就到。好，稍等一会儿。是不是很多年没回上海了？啊，对，很多年了。上海变化非常大。是啊，尤其是外滩。嗯。哎，彭程。来了，彭程，我给你介绍啊，这位是景先生，景先生，这就是我们邵公子。你好，景然。嗯。坐吧，景先生。好。那么现在开始吧。景先生对我们爱宇家之前有过什么样的印象？之前我看了艾佳给我发的那篇邮件，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艾佳。我站住！景先生是吧？不好意思啊，哎。你刚才说哪儿了？接着说。穆先生，对，这样吧，等下回邵董事长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好好聊一下。实在不好意思，请先先走。哎，你别走啊！哎，哎，彭程，
井然会明天坐航班回意大利。我希望在他 check out 之前，你和我同时出现在大堂，当面向他道歉，这是争取他的最后的机会。没有人会一直纵容你，我言尽于此。我认为您的设计在技术上近乎完美，美学风格也独树一帜，很有思想。只是我个人有点小小的建议，希望对您有点贡献。我觉得您的设计没有把人的因素考虑得特别完善，您的房子是冷静和私密的，而我更喜欢家一般的温暖和亲密。这都是我的一点主观感受，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你一直是最优秀的，你一定能获得金奖。祝你好运。陈振真，你可以的。一定要在景然离开之前跟他留一张最美的合影，还要告诉他你是最棒的。Pronto. Boss, il comitato per i Zen Residence Awards ha appena chiamato. Hanno detto che lei ha vinto il premio d'argento. Lei è stato l'unico architetto in grado di unire arte e modernità. Cosa pensa che dovremmo fare? Quando ha intenzione di tornare in Cina? Subito. Ok.九佩大师深表歉意，盼望能与您道别。爱玉家穆云平，每个伟大的父亲背后或许都会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请多包涵。季先生，请问您在中国过下来有什么感想？季先生，谈一下吧。季先生，谈一下吧。季先生，行李交给我吧。好，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了。那我帮你去退房吧。好，谢谢。景先生，穆先生，没想到您提早离店，昨晚的事情向您谅解。恭喜您获得国际人文居住大赛的银奖。谢谢，不过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浪费彼此时间了，因为没有合作的可能性了。金先生，昨夜的事情呢，实在抱歉，我们的邵公子特意来向您道歉了。不必了，以后再说吧。再见。看来你真的是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不挺好的吗？我这也是为爱雨家做贡献啊！咱们爱雨家本来就不会跟这种得了银奖的人合作的。哎，我发现你们这种人也是啊，一个个把他吹得那么厉害，有什么呀？连个金奖都没拿着。反正懂行的人都知道，这种国际大赛呢，拿个银奖就等于是参与奖。你们忽悠什么呢？一天天。景先生。我能跟你合张影吗？不好意思，我赶时间。景先生，您真的不记得我了？景先生，车已经准备好了。好。景先生，白雪公主啊？怎么又是你啊？这话说的，能遇见我是你的福气，知道吗？怎么着，追星没追上啊？咱俩照一张，我给你拍。你有病啊！这
这姑娘那么大气性啊。哎，公主，怎么了？没知道男神在这坐公交车呢？来来来，上来上来，我送你一段。我跟你说话呢，我送你一段，我这好心的，做好人好事呢。啊，你放心，我对你没什么别的想法。你说完了没有啊？我也不认识你，你到底谁啊你？你干嘛老跟着我？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难过？你能不能马上从我眼前消失，马上走？不想见到你。哎，不是，我说你这姑娘怎么回事啊？啊，我好像送你，说我干什么呀？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走不走啊你？就不走。来，哎，这姑娘气性挺大，这姑娘太逗。我就知道你回来了。你从哪儿来的？我从后边来的呀。哎，我昨天找了你一天，你到底住哪个房间啊？我住哪个房间？你怎么一见我就问我住哪个房间？你想干什么？我怎么不能问了？你少敷衍我啊！刚刚那女孩是谁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什么谁？我刚看到一女孩跟你说话来着。不是，我跟一个人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儿呢？怎么跟我没关系了？我天天盼着你回来，你又不理我，你还不找我。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背着我找姑娘啊，你是我的。说完了吗？嗯，说完了。哎，哎，程程，邵鹏程，你给我等着。每次唱天还有星光闹嚷嚷。季先生，我可以跟你合张影吗？不好意思啊，我赶时间。季先生，您真的不记得我了？同学，这是我的球鞋，你凑合穿一下吧。没有人舍得遗忘不定绽放的玫瑰花香，而你却风干我珍贵的土壤。我多想摘下全世界的星光。真心真意，谢谢你的信任。很抱歉，银奖让你失望。一点梦想，梦在你脚下撕裂。我相信你的实力，你是最优秀的，我为你骄傲。在我心上又该如何向往？剧本呢？
美方管家，你好，我是五号客服，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哎呦，还真是老天助啊，咱俩可太有缘分了，我找的就是你五号。我告诉你，前几天你把我家房子给我租出去了，你做的是一小偷，你知道吗？他把我家给我砸得稀巴烂，还偷了我最最珍贵的东西，他偷我东西。我现在要求你立刻马上必须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你赶紧给我解决。先生您先别着急，我先给你查一下租客的信息。你查什么查？你上哪儿查去？你能查着吗？现在你现在能给我抓着他吗？反正你给我租的是个小偷，小偷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现在要能给你视频，我就让你看看我家现在什么样。对不起啊先生，因为我们平台的管理漏洞和疏忽造成了损失，真的非常的抱歉，我会马上处理您这个事情，帮您找回租客，并且追讨所有的损失。你别给我说那没用啊，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五号，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就在你们公司等着我，我现在马上去找你，等着我。先生，把你五号给我叫上来。他出去吃饭了，现在不在。你有什么事可以留言。不叫是吧？哎，先生，你不能进去。谁是五号、啊哎？先生，你是不是五号？不是。你呢？你俩是不是五号？不是。真不是吗？不是不是。五号呢？哎，你走什么？哎，公主。怎么是你啊？哎。我跟你说，你省我大事了。你肯定知道你们这五号是谁吧？你赶快把他给我叫来。你知道你们这五号有多坏吗？他给我找了俩骗子，不对，应该是俩小偷。他把我们家东西全都给偷走了，给我们家砸了稀巴烂。我现在怀疑这五号就是共犯，你知道吗？哎，你说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丧尽天良的人呢？你说租房子租房子吧，你说你偷我们家东西干什么？不是，你说这五号他坏不坏呢？跟我们谁说话都这么大事？我就是五号。你是不是早就预谋好的？从海洋馆那天你就记我仇是不是？所以你就设计了这么一套，然后你就想设计我是不是？然后你就给我把这房子给我租给两个骗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你？你别胡说八道，你听我跟你解释行吗？你解释什么？你觉得这事能解释通吗？为什么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呢？为什么偏偏就是你呢？为什么是你呢？不是你别吵了，烦不烦啊？你的损失我全都给你赔回来。有时候啊，有些租客呢，可能是怕被房东打扰，或者是中介公司打扰，所以在注册的时候用了临时的手机号。什么？我打扰他们？我只是打个比方。你打的什么比方啊？你能不能跟我说点有用的？净跟我说点没用的。我现在是丢东西了，我丢了很珍贵的东西，他们这叫入室盗窃，明白吗？先生啊，您呀先冷静一下，您刚才说您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一本日记。啊？啊什么？就是一本日记。这个日记是我妈亲手写的潜水日记和旅游攻略，对我来说就是十分的珍贵。怎么了？啊，我之前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们呢不是租赁公司，房屋租赁的事儿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没关系。依据您刚才的说法，您现在家里只是卫生状况比较差，物品呢并没有损害。您看这样啊，我们会派保洁人员上门为您做清洁服务，保证还原到您租赁之前的状态。还有您刚才说这本珍贵的日记是忘在家里了，有没有可能记错呢？另外啊，这本日记再珍贵，它也只是对您个人而言，您说对吧？经理，我觉得我客户说的对啊。这本日记不管它有没有市场价值，但是对我客户来说肯定是非常珍贵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跑到我们办公室来闹。我觉得啊，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赶紧找到这个租户，然后追回我客户的损失。程真真说话之前动动你的脑子，你现在只是一个客服。
是啊，我是客服，但我也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啊。你听听，你听听，听人小姑娘说的多好啊。嗯，陈真真啊，我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坚持原则的？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经理，我。看着你们公司正儿八经的，租的地方也像模像样，其实呢，就是一骗子公司。你被他们骗得溜溜转，你知道吗？对呀、啊，为什么就2000块钱？昨天请了一天，工作了28天，怎么只有2000块钱呢？2000除以28，哎，2000除以28是多少？你是不是傻呀？你跟那骗子公司你算什么账啊？我不管你挣多少钱，我的钱一分钱都不能少。因为我工作的失误给你造成的损失，我一定全数赔给你。只有2000块钱，够了吧？我明话告诉你，你今天就是把我家砸了都行，就这个日记本不能丢。2000块钱，糊弄谁呢？我兜里现在只有2000块钱。你已经害得我把工作都丢了，而且上一次井然那个事儿也……别给我岔开话题，我现在跟你说的是2000块钱的事儿。你就2000块钱，你觉得我信吗？你满大街问问去，谁就2000块钱 ？OK， 你没办法是吗？我帮你想个办法，你给我写一个欠条，欠条上就写着你弄丢了我最心爱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我心里是无价的，追价钱，我想好了再告诉你。你讹人是吗？我怎么讹人了？你不想写是吧？那你现在把日记还我呀，来。我现在是真的没有钱，等我找了工作有钱，我肯定会还你的。我先把话说清楚了，你别到时候狮子大开口，一要就是20万、30万，我可真赔不了你。要不然你直接告我得了。欠条加身份证复印件，这流程够清楚的。等会儿。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咱们俩呢也算是碰见了几面了，但是每一次碰面都没有好事，也算是冰损1000降损500，反正咱们俩呢谁都没落着好。但是我又很奇怪啊，你说按道理来说这事儿呢是应该你们公司负责的，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这有问题啊？为什么非得往自己身上揽？你说谁脑子有问题啊？那你是什么呀？难道你这是乐于助人啊？我这叫有担当。算了，不跟你说，说了你也听不懂。以后来之前能不能给我打个招呼啊？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am.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 follow wherever you are. 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memories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We can't deny it's real. All my life searching, now I know I found you. I'm falling.